咱过来是真要紧哈，咱大家这个思想要哪去改变？咱顶一段时间，上一段的时间，咱已经讲到讲，咱有侪问题，对不？但是过来，你想要安怎？咱就是教育制度内底，无甲咱教育讲，咱若发生问题，要哪解决？这点拢总无甲咱做教育，嘛无处理。所以我看到真侪囡仔吼，真侪囡仔。伊头壳是转光去安尼吼，真侪囡仔即马无法度教的时阵，老师拢甲你判定一个讲啊，即都是过动儿，啊无就是啥物儿童，拢用即个名称就甲你落伫滴头壳顶壳内，然后即、這个囡仔规世人，伊整个阴影就开始讲啊，我就是过动儿，所以我就会当乌白做。咱唔知影有了解到讲，过来变啊改变。咱目前社会问题吼，目前即马咱拄只发现遐问题，变啊一一来个解决。我先请大家看一段影片吼，这段影片是为印度拍出来。当因咧对话时阵，请你真正去甲思考，因咧讲话真有迄个艺术，毛真有迄个意义。是安怎印度这个国家一直袂当强壮，是因为老师教了唔对。但是因有侪侪学生囡仔，我相信，当伊若发觉讲啊，老师教了唔对时阵，咱国家就有改变。好，来，咱看这段哈。我们是机器，盲目的执行老师的命令。而只有他懂得动脑思考，怎样定义机械？你在那叫什么？老师，读工程学是我童年的梦想，我很开心，终于能坐在这里学习了。不用太开心。那么，你说机械的定义是什么？机械是所有能够减少人类劳动的事物。可以再具体点吗？任何能简化工作或者节省时间的事物都是机械。天热了，打开电扇，一阵凉风吹来，这是机械。用电话跟远方的朋友通话，这也是机械。几秒钟内用计算机进行数百万次计算，机械。我们的身边都是机械，从钢笔尖到裤子拉链，全是机械。一下上，一下下，上下上下。定义是什么？老师，我刚说过了。你考试就这么写吗？这是机械，上下上下，笨蛋！还有人知道吗？你说，老师，机械是由相对运动固定的、相互连接的零件组成，也就是说，存在功和能量的互相转换。比如说，一个螺丝钉跟螺丝帽或者一组杠杆，功和能的转换主要取决于支点位置或滑轮轴距。特别说明，机械设计极为复杂，有些由运动的部件组成，构成简单的机械元素，比如轮子、杠杆、凸轮等等。很好，非常好，请坐。谢谢，谢谢。老师，其实我刚才用口语说的是同一个意思。如果你喜欢口语，就去读艺术商业学院吧。可是老师，我们总得融会贯通吧，单纯教条的死记硬背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觉得自己比课本牛吗？如果你想及格的话，小子，最好写课本里的定义，听到了吗？不过有很多定义其实出去。哦，为什么？口语就是滚。我们刚才说到机械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忘了点东西。什么？一种记录、分析、总结、组织、辩论和解释信息的工具，有插图的或者无插图的，有精装的、有瓶装的，有的有封套，有的没有。还有前言、简介、目录、缩影，用以增长知识、加深理解、提升丰富人类知识库的装置，该装置需要视觉使用，有时用触觉。你说的是什么？是书本，老师。我忘了拿书本。
你就不能说的简单点吗？我刚才试过了，老师，可是你根本听不懂。是哈，来，这段影片哈，是一个伫西班牙的学生囡仔，啊，伊怎为西班牙这个国家去印度？因为伊的爸母走去印度，去伫印度咧做工课，所以伊就去遐做，伊就去遐读册。当伊用欧美的国家的思想去读印度的学校的时阵，伊感觉讲是安怎读的物件，甲咱实际拢无共款，是安怎？你有感觉讲，只有两位学生，第一位学生就是咧甲咱讲，伊只要有法度表达就好啊，伊只要度简单甲你表达出来，然后会当互你真认真去哦，真清楚去了解，安尼就好啊。但是老师伊要求是啥物？伊要求讲你爱写一个正确的传播理论，写写真济，写写足济足济足济，安尼了后，伊则要同意讲啊，你写法是对啊。也毋过，当有一个囡仔要迄个印度学生，伊就开始讲哦，过去是啥物，伊就讲一堆的时阵，老师讲这才是好学生。台湾囡仔侪侪拢变作安尼去。伊无考虑到实际，伊无考虑到讲，这个物件到底是虾米款才是正确。讲遐济你捌无？所以，当老师真生气，甲这个第一位学生甲赶走，赶走了后，迄个学生囡仔佫倒来偷迄个物件，你毋知听有无？伊讲我碰见一个物件，袂记你摕，就是吼，伊嘛念对出来，老师煞听无呢。啊，听无的时阵，这是咱爱思考的所在。咱今仔日教育是要教育，咱对着国家的定义，毋是背一挂三民主义，背几堆，背一直背到了，毋是要背遮。我相信三民主义，每一个人高过大学咧背的时阵，拢真清楚。我嘛听过真侪同学讲，你若要考大学，这本三民主义一定要读到详细，因为这本三民主义就是予你加分的科目。你只要甲背好写，还会晓写，安尼就100分无问题。但过迄个思想对咱有路用无？我感觉迄时阵我嘛足空的吼，背甲了，毋知咧背啥，想无。所以咱要改变的是，学校伊无甲你教育这个逻辑思考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都爱开始对咱开始，唔通灰心，甲你的隔壁、甲你的囡仔讲，老师若甲你教育啥物时阵，你要经过思考，然后才正做你的一个要开始学习的物件，唔是全部来，全部拢总接完全接受。当我嘛问过学生囡仔讲，请问你感觉讲，你无法度背四书五经，无法度背《论语》的时阵，你敢知影因即卖心内，竟然我若无法度做到一个圣人，无法度做到一个伟大的人，无法度做到恁眼中吼目睭内底的好囡仔的时阵，你敢知伊想要做啥？听了你会着惊呢。伊讲老师，阮遐我拢做袂到，但是有一项阮做了足爽快，就是啥？阮要来做神。哇，是安怎讲？因咧做神？伊讲我参加咧北加强吼，我行过足多段的老师因兜门口，伊嘛来甲我拜，所以我感觉我做这较用啊，我做这加偌好咧，所以我乌白甲人啊，我甚至甲讲，老师我是神哦，我北加强是神哦，所以你莫对我无礼貌哦。所以超工去甲迄老师因搭房啊门甲吐吐啊破，照着这个伊北加强的迄个身份去甲老师因搭用迄个物件甲拉拉吼，甲动哦一空吼，结果老师干呐干咩？伊若干咩时阵，伊讲老师，迄唔是我动的，迄就是
新明堂的，伊咧甲你警告，伫学校袂使遐尼啊歹。老师有法度教育伊无？无法度。所以伫遮，咱嘛爱甲讲，咱虽然受着这种教育内底，咱无去甲老师无甲囡仔讲啥物。老师伫学校内底讲人招讲来要参加北加州人拢来，伊无甲讲。囡仔，同学，北加州这个物件到底是好啊么？那遐好，老师的囝我都甲拖来啊啦。那遐好，我都会叫我囡仔来参加。谁人我囡仔拢不爱和恁甲恁做伙，都、就是因为遐唔好。咱老师无迄个勇气去甲囡仔讲这个话。但是我期待民政府所有的人，咱大家互相勉励，甲唔对的物件。勇敢甲讲，这就是错误。所以拄只迄个影片内底，伊嘛有讲到迄个人，我看到迄个第一位咧讲答案的迄个学生囡仔，敢那参像我囡仔的时阵，我囡仔时阵，我嘛发生同款的代志。老师咧教到华盛顿的时阵，伊讲华盛顿是好顶好顶的伟大，好顶好顶的老师。好顶好顶的咬啊！所以有一回，我做一件代志，让老师无欢喜。老师怎教到这个这课华盛顿读堂迄章迄个做樱桃树的时阵，伊甲我问讲：“你看华盛顿因爸爸谁那无甘咩？”我头壳是直直的，我讲可能伊时阵手还佫举迄个波头吼。啊！那妹妹嘞，到时伊怎个扑落？迄是另外一个答案嘛。我喜欢直接想法，就是想讲，可能伊手还佫举迄个武器吼，所以袂使你。袂，即摆囡仔就安尼。你咱这个情形敢麦发生过？有啊！阿公阿妈呐，加甲念几句啊，是爸爸妈妈加甲念几句啊。迄刀仔举起个台式，即社会事件拢有呢，毋是无呢。所以唔知是老师无融入社会，还是我唔捌。但是伊做这个机会开始甲我问讲：“你甲看，人迄华盛顿细汉的时阵，都遐尼啊老实，遐尼啊认真，遐尼啊乖。啊你咧？”伊将华盛顿八岁囡仔甲我八岁的学生同齐做比较，我想了后唔对。伊甲一直讲，你看人华盛顿八岁时阵，人伊安尼遮高、遮乖、遮敖，啊！你咧做啥？啊！我转甲问讲，老师，啊，华盛顿像老师的年岁，老师华盛顿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？老师听一个怎啊作生气，讲我没有尊师重道，我只是甲老师提醒讲，老师你唔对哦，华盛顿。在四十五岁，老师你这个年纪的时阵，人在做总统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若要比较，你爱将华盛顿一生你的年岁，你跟我比，老师嘛就该比，不是我该比较呢？到底咱这个教育是要叫咱表达直接的思想，还是要安尼歪来歪去？我是爱种会回无？我甲先甲你介绍讲我个人的思想。一点就是讲，咱若伫公务机关咧做过文书的文件咧写字的时阵，甚至开会记录，因为我是空军少尉的部的吼，所以我大概开会拢咧做记录。啊，我记录的上面，我感觉我无唔对呢。我的想法，我感觉我无唔对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大概开会，你敢知讲伫中华民国的这个。这个军队内底每一个人，我一概用简略甲写落去的时阵，一个将军吼，啊讲话讲安怎甲乌白，免乌白写啦吼，伊讲啥物物件，我无照一字一字安尼甲写了，结果阮组长看了，哦，骂甲要臭头的，伊讲你要一字不漏的把它记录下来啊，我讲哦，我懂，因为第一届做记录。第二回，骨一个将军来开会时阵，我就真正一字不漏个写。迄个将军，伊用华语表达，当然伊咧讲个话时，
迄拢过去吼，啊，毋过又讲着一句话，等于讲我们现在的阿兵哥的军纪如何重整吼，啊，这就是甲记录，甲记录起来。我这拢完完整整个记录，但是伊讲甲一句话非常生气的时阵，伊骂阮这干部做代志拢安怎？哦，迄句话足歹听。伊讲你们这些干部啊，做事情都吼消消片片。啊，我就想讲奇怪，啊消消片片是变哪记录？结果我记录上怎甲写？精子精子，鼻涕鼻涕。我嘛怎提起要看，结果阮长官看无，讲哎，这句是啥物意思？我讲这可能爱去问人才知影，干那你唔知呢？啊，这个为什么哦？好、哦，我讲咱的囡仔已经面临讲，你要坦白讲也唔是，还是要安尼说嘛唔是，所以即马佫第三种选择就是教育讲，咱就是爱。哦、不打勤不打懒，只打不转不长眼睛，这都不对啊。所以我们要改变的时候，要去清楚了解说，台湾人有很特性的个性，台湾人有很性质的个性，我们不能够去把它磨灭掉。这个孩子他要表达的，请我们可以用心来给他接纳，来给他学习。我相信有很多孩子，他每一次去让医生鉴定的时候说这就是低能，啊，这就是枯竭，但是我跟他看不是，是因为每一次他在说话的时候，他妈妈就在旁边说，啊，这说这说不要说，这样一直给他打下去。每一次他要说一句话，就是去让人呼唤，彼此之间，他跟同学说的时候，同学也给他呼唤拢甲伊讲啊，你这不晓讲，你这含慢讲话。但是，咱无去发现着讲，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要表达的心情。咱爱对着这唔对的勇敢去甲改变。尤其后边咱在座各位，拢总是民政府的官员的时阵，当你换着政权，千万你爱会记得一点，你爱。要安那疼惜你的百姓，你爱予百姓当作讲，你就是我，你就是你的吼、哦。咱政府就是民众的瓦壳。我相信，咱伫生活当中有拄到侪侪，每一届你若去讲问讲，是安那你要投予这个候选人，伊拢会甲你讲讲，因为我甲这个候选人有熟识。当我若发生代志的时阵，我会当去找伊。咱唔知道感觉即句话有倒位唔对无？应该发生代志找啥物？找法律的条件去寻求管道。伊确实无行这条路，伊就感觉讲，我着较紧来找立委，啊，我予伊予警察开红单，我就会当唔免罚。敢是安尼？唔是。咱若开予开红单，着照实立条就好啊。错误就是错误，不管你用什么款的关系来，嘛是错误。也毋过，伫咱上届爱紧张的代志，就是讲台湾人已经落伫讲，我选举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下届若出代志，有人他互我挖苦。所以当我去讲咱民政府的时阵，讲哦啊，你这酒店都袂熟咧吼，我讲目前。台中州是这个范围，所以伊嘛向工人甲你挑战讲，请问你台中州长这是啥物人合理的？你若甲讲啊，这都是家己好的，伊嘛袂插你呢。啊，你甲讲这是美国，啊伊讲啊美国有证件互你看无？拢无。但是我甲回答讲，台中州这个范围并毋是官位的大事。是责任的轻重，只要伫台中州所有的范围，我若需要，你若需要讲，我爱去甲你做宣导，甲你解说，啥物叫做民政府，我都爱有义务，袂当甲你提示，爱到位，这就是责任。但是
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，伊无学习啥物叫做责任，伊只要把责任撒撒我对别人去就好啊，其他拢唔免管。所以这是咱足悲哀的代志，咱会着惊呢。咱嘛会感觉讲，哇！啊，即马伫生活当中，选举就是为了要保护咱阿介，若发生代志，会当有人通互咱挖苦。这是真错误的想法。我常常甲问讲，啊你毋着常常咧发生代志？我相信你若专心卖违规，警察毋敢来乌白抓，对无？这是事实啊！是安怎？你就是要惊迄个安尼，甲徛百二啊，然后再过来找人，会当甲红单划掉，这敢叫做公营吗？毋是，这就是咱错误的所在。过来，伫咱有机会接到政权的时阵，咱期待着讲，咱一定爱企图中国化的思想。这个中国化的思想，每一届。当你的囡仔咧读到这四书五经的时阵，读到王阳明讲哦，已经刻苦耐劳，每一个人读了拢真好势哦。你看这官拢做甲真清廉的时阵，这个人的下场拢真歹。但是伊敢若甲你讲，你爱忍耐。独独，咱会当用一个比较，伫中国思想内底。伊常常跟咱讲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好，咱眼看这几字安尼写对无？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这句话有倒位错误去？对，哈，耕耘嘛爱会对，啊，收获这是安那？是正常啊。咱大家就是歹势伫这个不问收获。所以在我们很多孩子在应征工作的时候，大家都说你不敢表达说我一个月要赚你多少钱，哪像说、啊、我就来给老板请、啊、反正就一万就一万，两万就两万，几万就多少，多少就多少，都老板说你不敢表达。哪像说表达是一个错误，是一个很无礼貌的动作。我跟大家说不是，当你勇敢表达说我爱所有的代价是要什么，不是说我们一直耕耘一直耕耘，结果呢我们六十几年来台湾人一直耕耘多少吃多少猪，结果都不抬你，那是多艰苦、哦、所以这是我们只一直耕耘赚很多钱，结果都吃几堆的猪、啊、猪又把我们糟蹋，这是何等的悲哀啊。不问收获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当这些猪饲大只，一个月阁领两万几块，咱台湾人才领三千块，啊，就伫遐感谢。当台湾人每一日伫街路咧卖玉兰花哦，玉兰花哦，遐个猪伫公园咧吐鸡子，是安怎一个国家有这两种人？就是我们都没有问到要怎么收获，不对，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以色列国家他用什么来警醒勉励自己，有一句话你能看说老目屎也经济的要欢喜来收割，注意哦，老目屎也经济，我们知道也经济的时候不是黑白的，是一定，你若有见过地外的人爱先报产的时阵，毋是产迄秧苗摕到乌白个差，是一定爱先捡石头、犁田、收草、收到一地田拢总是无啊物的时阵，你才开始种植。但是咱种植了后，怎甲放咧吗？毋是，爱甲照顾，但是照顾开始会用收割的时阵，甲讲不问收获好，啊无拢来困。啊、咱台湾人做遐济要创啥？当然，咱爱有问到啥物话，欢喜来收割。做工一定爱得到工价，这毋是叫做计较，迄是合理合法的做法。台湾人已经影响到啥物时阵？当咱备办真好个宴席的时阵，甲请讲来，你来坐倒，咱有人会惊。
惊啥物？惊讲，哎，我歹啦，我来，我吼较硬硬来拼，拼甲较苦，拼甲较吃就好啊。所以造成啥物款？支那人伫咱台湾，那像因较高级，咱煞较低级，这是作弊啊！伊骨无要照顾咱，咱一直互支那人安糟蹋，搁再糟蹋的时阵，咱爱勇敢。甲讲，这块都是我准备的，是阮备班的，是为着阮来备班，请你起来。咱台湾人的心情，爱知影讲，咱爱勇敢来坐倒，唔免客气。所以伫民政府受训这个官员内底，你爱一个勇敢讲，我有迄个勇气承担这个责任，就是要承担国家，和我。该去对百姓所付出的责任，千万唔通讲讲，哎呦，啊你都无虾米回，你哪咧做官？你有感觉外国的人，伊从来无用官来表示，伊拢无甲你讲我是虾米官，我虾米官，伊拢甲你讲我是虾米长。虾米长的时阵，是大家平等。但是职务上，我只是职务上比你较悬。当我咧指挥时阵，你爱听我的；但是伫私底下的时阵，咱拢是兄弟姊妹，咱拢是共一个国民。我必须爱尊重你，你嘛尊重我。也毋过，伫咱公务机关的人员，伫早期咱拢往往拄着，咱叫伊办一个物件，咱像咱咧甲拜托；咱咧甲做啥物物件，咱拢咱像咧甲拜托啥物共款。甚至咱台湾原有的歌曲，最近咱伫这个凯达格兰大道有发现到一件代志，我感觉真悲哀，就是啥物？因咧嘿，因咧陈情吼，嘿，因咧去陈情讲，哎呀，咱就是爱来个抗争，吼，招规定人咧个抗争的时阵。因去甲放一首歌曲，就是出山咧做的歌，吼、哦、一首曲哦吼，迄、那个曲就是敢若讲，迄、那个就是吼，那、哦、像讲恁若讲要死有交代吼，迄、哦那个曲迄、那个旋律，所以一直甲放一直看蒙歌吼、哦，一直甲放一直甲放的时阵，你知影法国朋友听到讲，哎、欸、奇怪，恁这個。恁来抗争，安奈唱遮尼啊美妙的歌曲，但是你甲注意哦，这个歌曲是倒位来的，是台湾原住民因咧唱的歌，但是加上咱甲用这个词甲倒落去的时阵，甲当作看蒙的时阵。这个歌曲，官底法国人听到这个歌曲，讲这那伫世界应该是何等的权威啊，何等予人受尊重。这个曲，这个谱曲是无简单，但是咱变作专家用到什么所在？看蒙的时阵，咱台湾所有本土的歌曲，怎啊变作是假路嘞？所以咱爱去学习，咱变啊恢复。咱家己，所以伫遮你讲着讲，咱流目屎咧夜静止的时阵，你较重要爱去问讲，咱要修挂，像咱来遮修分，就是要修挂。咱修挂了后是要啥物款？是要予大家来免费、免钱、自由来享受即块土地予咱的恩赐。所以你看到外国因咧写的诗句内底，种种有当看起来拢会流目屎，就是安怎？当我看到迄个米勒，伊咧捡迄个石碎时阵，即北图，当开始，咱伫美术教育内底拢甲你讲啊，这就是米勒，哦，真有名，真有名。但是伊无去了解到讲米勒伊背景是啥物？伊看到米勒画像的时阵，你有看到讲？那边牛车在收割，这边有三个负责人在那里捡麦啊，捡那无收无去的。因这是什么精神？因这是讲因的社会国家，讲你若是有夜静止修行的时阵，
你爱捞沙抓，互人去捡，你袂使捡了了。因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心情来互人捡，互大家无得的邀个，无得的得到这个欠缺。严格台湾人什么款？流氓政府甲咱台湾的时阵，人家讲个树啊，你袂使甲错错的时阵，爱捞偌济，伊软韧筋甲慢慢起来，看到土团乌了了，叫足济。台湾人这边哦啊哦哦，那帮伊死去领导的代志，只要你有恶出来就好。然后一个金库掘了了，伊敢有咧讲，互咱大家来分享无？所以民政府啊，介执政的官员是五万讲，咱修行的时阵，爱互遐无法度来坐堆的人，你爱去甲照顾，你爱去甲伊分享，绝对唔通讲啊，这就是我家己的财调，我好就好，这是错误。所以你甲看讲，因咧修改一些咧，讲老目屎也政治，但是因修改唔是干修改，然后必定安怎，必定欢喜修改。这个欢喜修改是虾米？叫做欢喜修改？我相信这个欢喜的意义真大。这个欢喜就是讲，不管你有敬做偌济人，你只要有付出，只要讲我有期待。既然是台湾所有的人民受怪的时阵，你拢会用同齐来。既然台湾所有的人民拢会使同齐来，无分等级，无分这个级数，无分种族，无分大细汉，你拢总会用来，这才是欢喜啊！所以这个诗句内底是登录伫以色列百姓内底，以色列的国歌。因把这句话当作因的国歌，安尼甲唱出来，因为因知影讲，要欢喜是啥物叫做欢喜？要欢喜是安怎？唔是像中国思想教育讲，你得有法度读册，赚真济钱，然后恁家人拢做大官，安尼敢欢喜？我相信中国的皇帝每一届咧追求的欢喜，拢是啥物？伊讲一句话会当，予偌济人，人头会当落地。这敢是欢喜？还是讲伊讲一句话会当改变所有代志，这叫做欢喜吗？唔是。伫外国的思想内底，伊所谓的欢喜，就是讲咱这个政权接到了后，咱要让全台湾人拢种欢喜，唔免去卖玉兰花。这才是欢喜。这是咱心内期待，伫藏伫咱心内内底，咱来去注意的物件，就是。欢喜的收获，就是无分等级、无分种族、大小。所以，我看到真侪宋乡的国家，亲像非洲，非洲的国家在1988年，迄年我相信是一个真震撼的年，因为在1988年的时阵，当咱的画面都开始看到非洲的人拢总。什么款拢无饭通食，全世界号召所有的人来去捐献这个粮食，互伊当食饱。我等下偷偷看，一直看伊咧新闻媒体，一直报到落尾，我看一个真感动，就是啥物？设施，真的是台湾人要分面粉，你敢知台湾人咧分面粉的情形什么款？和中国思想教育甲讲，若分面粉，你就爱去抢，若抢无，就是算伊衰。所以大家安尼用抢用抢，一直抢哦，来我嘛买，啊，结果分有较济无？无。有人欢喜，有人无分无着，甚至有人加摕真济。所以伫看到非洲这个国家，虽然伊是落伍欠缺，也毋过因分面粉的时阵，咱直直学习，就是因将面粉摕着了后。为后边传等于将面粉摕到的时阵，较紧和别人讲啊，这位妈妈你真需要，你较紧等于煮，和无法度排队的人先给伊，大家用传安尼一直传一直传，摕到就传到后边，摕到传到后边，所以直觉讲，迄短短时间，每一个人拢总欢喜，这才是咱爱追求，唔是个人的欢喜。佮伫即1988年嘛，相对发生一件代志，伫美国
因迄时阵看到这个情形了后，因美国人怎讲？我看咱来做一个运动，就是手牵手来横跨这个 America 吼，这个为美洲的这边，甲牵到美洲的这边，规个国家用人牵手甲牵起来。当我看到雷根总统，伊边啊是牵一个什么人？牵一个是黑人的查某囡仔。当迄个雷根总统，伊将手举起来，甲讲：伫我隔壁这个人，我无熟悉。伫我隔壁这个查某囡仔，伊甲我的地位是相差遐尼啊悬，相差遐尼啊多。但是因为有疼，我甲伊手牵做伙。美国就是安尼咧强壮啊！美国伊讲，你那是美国一个人，你拢有权利来牵手，无分大细汉。这就是我期待咱民政府所建立的国家，就是爱参像安尼。咱唔是要去讲啊，我要做一个美国人，我要做日本人，唔是。咱要做出台湾人，咱有这个欢喜收获、欢喜分享，这才是咱的目标。咱官员就爱有这种气度，你就爱知影讲，遐尼悬的总统的地位，伊每一年咧甲人分享 Christmas 迄个时阵，伊拢去安排，唔是安排这种有好有钱的囡仔来甲伊坐做伙，唔是，是美国总统亲自去敬这个囡仔来邀请你来，所以遐甲伊互邀请到的，拢总是欢喜。每一个人拢总欢喜，甚至你若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，伊伫即届国会内底，伊做一个代志，一个黑人囡仔，甲伊问讲：奥巴马先生，我真想要摸你的头看卖啊咧！你敢知奥巴马安怎做？伊马上屈低落，讲你摸看卖啊，这就是总统的头。这是何等无简单啊！也毋过。在流氓政府的教育里面，连一件内裤穿到破几十年，弹掉还有很多人要扣，那样笑死的。马英九马先生这个人，他说他一件裤补了又补，补了又补，补二十多年，补到破去，又再破，又拿来补。结果他说，好，人一个人看他可怜，说，不然我买一件新的跟你换。结果，迄领竟然伫网络有人谣传讲，迄领有一个官员用二十万甲收买转去，讲这领是总统穿过的内裤啊，竟然卖到二十万。我相信，这就是咧糟蹋咱台湾人，咧糟蹋讲好甲歹是安那差啊济。所以伫遮，咱这个官员。有这个感想了后，咱一定爱去坚持。你要给变成是啥物？今仔日做到一个官的时阵，咱是期待你会当学习美国迄种精神，大家欢喜，大家会当来参与，大家会当去讲，咱来讨论，咱要来给咱的国家搁较用一日比一日搁较用。这就是他们的信念啊，所以在这里说起来，我们是要大家互相勉励，不能够嫌台湾这么坏。在这个高级班里面，我真爱很久已经没跟大家分享到一段的影片，说到这个影片，就是要跟我们说，台湾人千万不能就是自己很浓哦。台湾人唔通叫是讲，咱生伫台湾这块细小土地，无啥物出脱。台湾人生伫这个所在，唔是无路用。我捌问过吉拿人，我甲问讲，你当初为什么要来到台湾？伊讲他是被抓来的，不然我也不要过来。我讲那你什么为什么还要再来？伊讲。台湾啊，因为因讲因坐船的时阵，第一届为中国迄边坐船走路走过来，什么所在？第一个登陆的所在就是基隆港。因真侪船拢是对基隆港上岸，了后伊甲我讲，因为基隆上岸，我甲讲啊，你看到基隆的时候怎么样？
他竟然回答说，鸡笼，鸡笼能干什么？鸡笼只不过养养鸡而已啊。我现在听说奇怪，怎么都很藐视我们这个地方，但是他在我们这吃几年，吃六十七年了，还吃比我们更好。所以人家说饲猪也要用抓来抬，没有人饲猪拿来那个让我们糟蹋，把我们这样糟蹋，对吧？所以在这里要唤起我们大家人要勇敢，就是说当有人在毁灭我们的记忆，毁灭我们的精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勇敢去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台湾人，我不能放弃我的语言，我不能放弃我的文化，我也不能放弃我在这里的精神，因为我们都在这里出世，不能忘记。在台湾里面有很多都被看作是假路的东西。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它是用原住民的原音给唱出来。当我听到这首歌曲，早期去听的时候没感觉什么款，但是又落尾听到了后，我感觉很感动，就是什么，他们这个歌声实在是太美，这个歌声隆重，它是用背部在唱，全世界的人听到这个歌曲了后，他们都说，哦，你们的台湾怎么这么好，有他唱八部，人通常四部而已，你们唱到八部，这个歌声要从玉山的声给唱出来给台湾，给全世界都听到。这阵原住民布农族，我跟他生活十几年了后，我发现有一次他们在2000年阿扁总统上集的时候有邀请他们去演唱，他去演唱了后，很多国家元首来参观他们唱歌了后，怎去把那时候是克林顿先生，克林顿总统说，哦，你如果没去台湾听到他们唱那个歌，一生枉然啊。想不到克林顿总统听听总不甘愿，怎说没关系，我邀请这团来北京演唱。当伊甲姜演唱的时阵，好，咱先来欣赏真正台湾、真正台湾唱出来歌声。中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，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，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。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，顺便买礼物给我。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。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，我也想要电脑。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。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。
歌声吼，当伫二十年前，我就听唱过。当伊时阵，因大家少少会讲，伊要去美国唱给克林顿总统。我是东埔国小。当伊要去唱的时阵，因伫遐练习，搁再练习。伊嘛分享着讲，因回来了后，甲阮讲，克林顿夫人希拉蕊。甲伊邀请讲，请问恁这个团体一年国家用偌济钱甲恁训练？一个囡仔戆戆甲讲没有。啊，因听者讲奇怪，啊恁这无训练，恁若唱甲遮好听？不落尾，伊怎佫甲讲？啊，无安尼好无？恁留伫美国，阮来甲你训练，正做阮美国的文化。真做阮美国人的歌声，结果一个，咱有看到内底一个大大哭迄个囡仔，伊甲讲，为什么我们优秀的人才都要留在美国？为什么我们原住民不能留在自己的故乡？我不要留在这里，我要回来，我要在我的家乡，跟阮爸爸妈妈做伙。你知道这句话讲出来，克林顿夫人马上给他回信的。你甲想讲，全世界上界予人称赞、上有权威、上有地位的总统，都甲咱回信的，讲我无应该将恁好的物件抢来阮家。也毋过，咱来看流氓政府安那照顾因，回来了后怎甲放落去？连甲一个消息嘛无，听讲美国迄边有人发行因的唱片，一地卖起来讲唱了了，卖甲足侪钱足侪钱。这个校长马棍校长吼，马彼得校长，伊讲实在看到目屎要流出来，竟然因的管父讲哦，恁的歌声很好听，所以表演的不错。每家每户送两箱米酒，结果让因啉到大家天天醉。到即阵，毋知要安怎。这个校长目前还佫伫罗纳国小咧做校长，所以咱听到这个时阵，咱民政府的官员，虽然咱了袂执政，也毋过伫你的心中。应该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期待，咱大家彼此勉励，来予台湾的欢喜歌声唱了全台湾，唱对全世界去。咱大家互相勉励，谢谢。谢克力，谢谢大家。